你是张有月吧？人豪，我不是江人豪了，我是阿弟江仁杰。那个江仁杰才是巧婷的法定监护人呢、啊。你只是个外人，你别总去干涉巧婷的人生要怎么过。我不信任江仁杰啊。江仁杰，你以为你逃到台湾人就没事了？你的朋友江仁杰欠了我一点点钱，如果江仁杰还我钱的话，我就一定会放你们走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。感谢晚唐太宗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